今日同大家行下呢个水泉老村。咁咧，沙田系 B 出口，行三分钟就到达噶啦。咁喺 B 出口过咗马路之后，向住个博康村直行。咁自从起咗呢条升降机塔之后咧，水泉澳村嘅居民出入咧系非常之方便嘅。咁由呢、沙田围行去呢个升降机塔嗰位置咧，大概系两三分钟。咁搭电梯上到去呢个水泉澳广场咧，大概一分钟。水泉澳是香港房屋委员会辖下的一个公共屋，位于香港新界沙田丘城河东水泉澳地区。该屋是沙田区最大规模的公共屋之一，提供大量的公共住宅单位给符合资格的香港市民租住。水泉澳的建设始于1985年，并于1989年正式落成。该屋由多座大型住宅楼宇组成，总共包含了数千个住宅单位，提供不同类型和大小的居住选择，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。水泉澳周边环境优美，靠近水泉澳海湾和绿意盎然的山坡，居民可以享受自然景观和优质的生活环境。此外，屋内也设有各种社区设施和公共服务，包括学校、商场、体育设施、图书馆等，为居民提供方便和便利。记得订阅《香港背包》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